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的老家是山西，来北京已经11年。对。是在北京做什么样的工作呢？这两年进拍彩色电视连续剧了，是一名彩色的是吧？对，彩色电视连续剧，是一名职业的演员。对。哦，你原来也是在山西的时候也是演员？不是，我是16岁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以后，就一直在拍戏，08年一直拍到现在。谁拍了他？咱四个谁拍了他？我拍了。哦，一看就是帅哥拍美女嘛。哎，你可不要这样说我。我跟你说，我队伍里真没有几个女孩。你一收就收俩双胞胎还没有？问问你，你平时演的是喜剧吗？平时那些彩色的那些？平时没有演过喜剧，平常都是在拍谍战的、古装的。大年代的比较多一点。那你为什么来我们中国喜剧星呢？因为是想来挑战一下自己嘛。都知道能把喜剧演好的演员才是真的好演员。我太同意这个，我相信牛莉也一定同意。彭俊老师，这一次就你一个人按了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他呢？我还有什么问题？希望你在曹云金导师的这个指导之下呢，能在喜剧上面有更多的心得。我相信你在语言方面的天分会刷刷的提高。那么好，祝贺你，也祝贺曹云金老师，给你走上光荣之路。谢谢。孙云达老师，加油。